我是仙女阿染，因为好运缠身，非常的苦恼。我从来不缺钱花，一出门就能捡到钱。天气这么冷，买点吃的吧。等一下。其实我是这家上市公司的老总，来视察工作。我发现我们公司就缺像你这么善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桃花运也特别好，而且都是帅哥。哎，我喜欢你。听清楚，他是我的。不，他是我的。然然是我的。也会出现例外啦。怎么手机那么差呀？不好意思，全是炸弹。不但我自己运气好，连同我身边的人也是。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跟我默念三遍他一定喜欢我就可以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一定喜欢我，他一定喜欢我，他一定喜欢我。千羽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我也喜欢你。然后事情就变成了这样。我要许愿，我要见到易烊千玺、吴亦凡、肖战、王俊凯。我要抢到回家的车票，我要抢到回家的车票，我要抢到回家的车票，抢到了！我想一夜暴富。什么？不是楚天集团一报的千金，我爷爷是亿万富翁。你新年有什么愿望吗？老婆，我出差这几天，要是有人敲门，一定要问清楚再开门啊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哦，对了，要是送外卖的，就让他放在门口，一定要制造家里有男人的假象。知道了。要是真的有人闯进来，你也别害怕，我给你准备了这个。打你！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一定要记住啊，要学会制造假象。走吧。哎，转，都给你放这儿了啊。走吧。记住啊，要学会制造假象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这家伙平时就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。不行，我得找人测试一下。喂，刘小让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点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啊，整天浪费我时间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的。谁啊？烧烤外卖。我没点，你送错了吧。楚倩点的。那你放门口吧。可以啊。我早就说了没问题的，就你在这下。老公，你先别洗澡，把外卖拿进来。我不是走了吗？怎么还有个老公？什么情况？不会是他？哎呀，不会什么呀，赶紧去看看呀。我进不去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家密码。9090。哎，你快一点。等等，就在这一刻，我想起一件事。你要制造家里有男人的。老公，你先别洗澡。要是有人敢闯进来，砸他，砸他，砸他！就这样，快跑！面对疾风。完了。心灵，我妈要跟我算全母子关系，怎么办啊？为什么呢？再不结婚，就给我滚出去！你还不结婚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告诉你。找到媳妇吗？没有手机了，赶紧消灭去！你怎么还在家？还不出去找对象吗？如果不去上学，就再见了。好啦，你别找借口，赶紧去上学。嘿，再不结婚就变成老头了。五一之前，你要是再不结婚，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。再不结婚，断绝母子关系，你以后不要管我叫妈，听懂了吗？这我可帮不了你哦。还有你们这群单身狗，